看这多好，那朋友站的也是站的，来，上台有礼品，有奖品。哎，这大哥，你想参与这个活动？来来来来来来，来点掌声鼓励鼓励朋友们，来，来来来。哎，游戏规则刚才我都说了，你听懂了吗？好，那么下面呢，咱就游戏正式开始啊！你们俩谁来比划，谁来猜？我来比划。啊，您来比划。好，现在正式开始。来，两位鼓励鼓励，来，哎，上您呢。不准出声，不准报答啊！哎。家里有病人，完了那个，给病人送饭怕凉，用什么装？孩儿。不是，这怕凉怎么办？热热。就是，怕凉怎么办？戴上。不是那个，这个东西是那个圆的，长不落的，完了带盖能拧的。钢笔帽。哎，对了，这啥？保温桶。妥了。哎，来来，掌声鼓励鼓励来。哎，进入第二题了。冬吃萝卜，夏吃什么？不用大夫开药方。冬天吃萝卜，夏天吃什么？雪糕。不是。冰果。梦什么哭长城？女的姓孟，特别有知名度。孟庭苇。吃的是辣的。辣椒。不是。这是什么？姜。妥了。